其实我今天一直想绷住，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次见面，我不想给大家看我这一面。炙热泛红的伤口，脚印印在我的皇冠上盘旋。首先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宋雨琦。其实我来这边确实就是想让所有的大众的朋友们可以知道，雨琦其实他不只是一个会做综艺的，他还是一个歌手。宋雨琦，我对你的印象非常深刻。我没想到你在海外是个腕儿。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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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爸爸爸爸爸。We're lion. Ooh, I'm lion, I'm a queen. 不能够那样无把我困禁在这痛苦中。红的太阳下 fire， 燃烧的蓝色 flower， 不冷不热的你，连心悸不安。无声吸入就烧烤，炙热泛红的伤口，脚印印在我的皇冠上盘旋。我遮住了我的双眼，将自己沉浸在音乐，毁掉所有破旧节奏，写上属于我们的歌。你凝视着我的双眼，全身都沉浸。我觉得上一次我看你戴着面具唱歌的时候，我挺震撼的。但说实话，今天没有那天好。怎么讲？不是非常的满意，但是……救命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没关系。其实我今天真的不想，真的不想这样，就是。其实我今天一直想绷住，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次见面，不想给大家看我这一面。今天表演这一趴，我确实觉得有挺大的遗憾，因为韩红老师他看我的视频，他对我期望很大，但我是觉得有点让他失望，其实自己也有点失望。但是我觉得没关系了，我觉得相信我，义工会炸翻你们。It looks like a liar, I'm a queen like a liar.